人生是什么？我哋一生劳劳碌碌，骑马奔跑，有啲咩意思呢？正所谓一生儿女债，半世老婆劳，我哋嘅命好苦啊！沙文鱼逆流而上，都是为了下一代。你哋苦干，亦都系一样，而你哋嘅下一代，又系为咗下一代。都是努力苦干，一代接一代，一浪接一浪，人生都为苦啊！人生是为了什么呢？纳帕系今日清晨又再发生四次余震，最强嘅有3.9级。另一个受灾区瓦勒豪，当地市议会一致表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。伍先如报道。地震嚟啦，你准备好未呢？你每日嘅劳苦愁烦，就系你人生嘅小地震，你又点样应付呢？好惨啊！叫天不应，叫地不闻，呢咁人生嘅光景咧。圣路西市会一致通过干旱紧急备援计划议案，进一步限制户外灌溉时间。江良伟报道。寿司市议会在紧急议案中宣布，除了响应 Santa Clara Valley 水利局强制居民设水冷性，外措施还包括减少用自来水灌溉。我生活干蒸蒸，去哪里找水可以滋润一下，让我心不要那么干呢？我生活不要那么枯燥呢？我们是不是好像这只熊，为世所困，争逐名利忙，成为网中人？或者我们想成为自由的鸟，汽水鸳鸯，寻求我们生活中的梦想。香港有三名玩天台危涉的摄影师，最近在香港第五高楼中环中心的避雷针顶上，一边自拍一边食香蕉。影片顯示兩男一女在中環中心避雷針頂和朋友吃香蕉，自拍360度天台危攝片段。除了不畏高之外，三個人都沒有任何安全設備。天台危攝當然很好玩，他們命都不要，爬到這麼高，無懼的生命，跨越的人生。生命的成長在於不斷的跨越，让跨越的人生成为你每天的动力。要跨越人生，你就不可以错过劉彤牧師、曾興才牧師为你预备各样各式的跨越人生的绝技，防止你人生中的大小地震，为你干竭的心灵得以滋润，使你无畏无惧地去跨越你的人生。生命河靈糧堂廣東話牧區將於2015年1月16日至1月18日在 Scott Valley 的 Mission Spring Camps 舉行第六屆退休會，由劉彤牧師及曾興才牧師主講，講題是跨越的人生，用粵語主講，機會難得，報名隨信，請粵語。